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之前睇见以色列人佢认罪去立约，今日我哋睇见嘅系佢哋立约与行动。今日所睇经文，我哋会睇到有84人去签名立约，跟住影响群众，并且呢班嘅群众即时就有具体嘅行为去回应佢哋嘅立约。未睇经文以先，让我哋先一同嘅有祈祷。天父啊，我哋多谢你。今日我哋嚟到去默想《灵情日记》嘅经文，俾我哋知道唔系单系我哋一个人去默想，系有一班弟兄姊妹清晨嘅时候嚟到亲近你。求你帮助我哋，我哋行主嘅路，有你嘅祝福，亦都有弟兄姊妹嘅同行。我哋咁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尼希米记第十章，在公约上签名的人，用印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省长西底加，还有西奈雅、阿撒利雅、耶利米、巴斯户义、阿玛利雅、玛基雅、哈特、士班尼、马六、哈林、米利末、俄巴底亚、但以里、近顿、巴六、米舒兰、阿比雅、米雅文、马西亚、碧该、士玛雅等祭司，又有利未人阿撒尼的儿子耶舒亚、希拿达的子孙宾内、格灭，他们的弟兄士班尼、何蒂雅、基利他、皮奈雅、哈南、米加、利合、哈沙比雅、撒克、士利比、士班尼、何蒂雅、巴尼、比尼鲁，还有百姓中的领袖巴洛、巴哈摩亚、以兰、撒土、巴尼、布尼、押甲、比拜、阿多尼亚、比格雅伊、阿丁、阿特、希西加、押索、何蒂雅、哈顺、比赛、哈拉、安纳特、尼拜、末比亚、米舒兰、希色、米士撒别、撒督、押杜亚、皮拉提、哈南、阿奈亚、何西亚、哈南尼亚、哈述、哈罗克、皮利哈、索伯、利宏、哈沙拿、马西亚、阿希亚、哈南、阿南、马六、哈林、巴拿。公约的内容，其余的百姓、祭司、利未人、门口的守卫、歌唱的、奠役，所有与邻邦民族分别出来归服上帝律法的，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要遵行上帝藉他仆人摩西所赐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
典章、律例。我们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地的民族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我们又为自己定例，每年各人捐献三分之一舍客勒，作为我们上帝殿之用。为供饼常献的素祭和燔祭，安息日、初一、节期所献的祭和圣物，以色列的赎罪祭，以及我们上帝殿里一切工作之用。我们的祭司、利未人和百姓都抽签，每年按附加定期将奉献的木材带到我们上帝的殿里，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坛上。每年我们又将地上初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初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上帝的殿，交给在上帝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初熟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的果子、新酒与新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上帝殿的库房里，又把我们土地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利未人在我们一切城镇的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亚伦的子孙中当有一个祭司与利未人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取十分之一，奉到我们上帝的殿，收在库房的仓里。因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把礼物，就是五谷、新酒和新油，带到收存圣所器皿的仓里，供职的祭司、门口的守卫、歌唱的都在那里。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上帝的殿。第十章的经文重点是回应第九章他们怎样样去立志委身的时候，就正式确立个签名，并且去有行动来做回应。所以第一个大段落就是有八十四个人的签名来去确认自己所立的志，并且带领着全群众一起签名。个签名里面是讲紧就是要去离开外邦的族群，并且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段经文的后半落就是讲紧就是不单只有签名，签名不代表单单是一个名字的写下，签名代表一个承诺的一个行为，好等同于一个婚约，不单只是签名那么简单，是一生的承诺。不单只是一生的承诺，更加是讲到什么呢？一种行动的回应。所以你看到之后分别呢，他提出有两个重点的生活回应。第一个重点就是属神子民那种生活的回应，怎样去彻底离开外族，怎样去守安息日，怎样去守安息年，是很清楚有一种行为是行在神子民的心意里面。跟着另外的一个回应是什么呢？怎样去帮助圣殿，怎样去让圣殿的服侍的祭司和利未人有一个长远的侍奉的支持。所以一个奉献的生活也都透过一个行为来去表达出那种悔改的实际。所以这里好看见岂不是一个个人生活和一个教会生活的投入摆上，它形成了一个回应立志。
尼希米是第一個咧嚟到去簽名，去立志遵守佢哋悔改嘅行為。所以有時我哋喺信仰喺心靈裏邊嘅建造，重要嘅係咩咧？重要嘅係我哋有一個好清晰嘅立志。當我哋睇見有一個名單，是84個人嚟到寫低落嚟，寫低落嚟係代表著咩咧？代表著我哋唔係單係有一種感受嘅感動，唔單止有一種感動咧，係一時嘅。呢個係經過簽名行動去回應。所以當睇見呢班嘅人能夠立志嘅時候，好唔係提醒我哋弟兄姊妹啊，我哋要有一個堅毅嘅立志，化感動為行動，用自己的心力去記得下來，並且有83個人彼此的扶持，互相激勵，去踐行我們立志歸向神的每一日生活的真理。這段經文讓我們看到一個重點，就是生命影響生命。尼希米是第一個來到去寫下這個的立志委身的承諾。跟住落去嘅唔單止有83人，喺經文嘅中段裏邊咧，喺全群眾都嚟到去參與。所以你睇到一個好清楚嘅模式，就係生命影響生命，全群嘅人參與一齊嘅行動。弟兄姊妹啊，當我哋每日服侍嘅時候，我哋流露出嘅感染力係咩咧？係咪生命感染生命咧？我想翻起有時問一問啲會友。啊！點解佢哋好喜歡探訪？特別當佢最艱難嘅時候，佢哋都抽時間去探訪。佢一句説話咧，都令我好開心嘅，就係話因為我哋睇見我哋牧者都係咁做。嗱，所以呢一樣嘢，我哋真係睇到一樣嘢：事工沒做完，但係生命嘅感染力係感染著其他人，去帶嚟真正一個城的復興。我們又很開心看到班百姓怎樣回應這個立志呢？在最後的一個段落，我們看到班百姓是什麼呢？他們履行一些聖經的律法，他們履行是什麼呢？對一些侍奉人員的支持。而當中如果你看到最後一段，你就特別發覺到很多一個字眼，就是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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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著什麼呢？这个復興已经再不单在领袖的口里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一部分。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作领导教导这班信徒的时候，最终我们都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今集背诵的金句是：要遵行上帝藉他仆人摩西所赐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尼希米记10:29下。